But right now they just want to. Okay. So I don't know what can. You're a company. This is not your business. Just you. Okay, we go outside, okay? Yeah, please. You know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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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一毛钱也拿不到，你真的？你在威胁我？我没有。好，你在威胁我？我在吵，一毛钱都拿不到，你在威胁我 ？OK？ 威胁 OK？ 好，威胁我是吧？对 ，OK。你再说一次。你们不要这样。没有，你在威胁我是不是？我说我要还你们钱。没有，你刚才说一毛钱都拿不到哦。你在吵，一毛钱也拿不到。OK， 很好。好，我说啊 ，OK。说的威胁我？你说的，你来这边一毛钱也拿不到。好，我礼拜天就是敬拜神，不是来跟你们讲这些话。我站在这个好，OK。你现在一毛钱也拿不到，OK。你信不信？我一毛钱也不给，你信不信 ？OK。一毛钱也不给你。好，很好，我在录影呢。一毛钱也不给你，很好。录，我在录了。你们在这边妨碍我敬拜神，那个是你一毛钱也拿不到。OK， 照得很好。OK。Yes. You're causing quite a ruckus and you're disturbing our residents. Okay. So okay. I ask you to leave the property. Okay. I'm sorry. Okay. I'm sorry. Okay. Yes, thank you very much. Thank you. But you have to leave the property. Okay.欠人家的钱还可以说因为敬拜神，把这些事情弄得是最重要的。请你出去好吗？请你也有啦，请你出去，你也有好吧？请你出去，是你邀请我们来的。你们以后一毛钱也拿不到。我讲过，我一毛钱不给你们，好，一毛钱不给你们。OK， 你再想一毛钱不给你们。嗯，你们既然在妨碍人，妨碍谁？你妨不要推我啊！你等我 ，Don't touch me， 不要推我。你看，妨碍别人。OK， 对，妨碍我们敬拜神。你真的一毛钱拿不到。哦，我以前还很努力想赶快把没有感觉不出来，对，想一毛钱也不给你，你想拿一分钱都没。等一下打讲书人还会推人，等一下太太讲打掉那个李龙就好了。OK， 李龙，就这个影片传给他。对你一毛钱也拿不到，就打给等一下跟那个当初跟你买车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会讲说一毛钱也拿不到呢？等一下，啊，等一下，不用讲了，你们这样破，在这边破坏。I'm just letting you know if you come back, they'll call the police. Okay. You need to stay off the property. Okay. 等一下，听到没？啊，有听到。你你进去的话，人家要叫警察来。那都要叫警察来。嗯，是因为你等一下没事跑到人家家里干嘛？是不是？这也好好的事情，你们下次再来，警察就请你们走。我们不会直接来了啦，哈、啊！你就准备去吃牢饭嘛，你，哈、啊！专门诈欺的人，感谢神，我们感谢神、啊、诈欺的人还感谢神，根本心里面都不正常的人还会感谢神，感谢神根本就是用这个来诈欺别人嘛。感谢神啊！你为什么当初要诈欺人呢？你为什么那是要拿我们的钱，然后什么都没有，车子也没付，什么都没有呢？我那时候如果转动得了，我会不。我管你转动得了，转动不了，你这样子要跟谁讲？你不管别人、啊，你去跟神讲好了。我现在不再跟你们再讲话。呵呵，那你走啊！不要再跟你们讲话。你走啊！哈，哎、欸，等下李龙，等下跟那个主任讲，打给李龙就好了，把这个传给他。欠人家钱的东西，然后说要还，啊？一个月还50块、100块哦，神会帮助你是不是啊？我一直跟你说，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那个是你的废话，你的废话，所以神都怜悯你。你做事情不靠自己的双手，你要靠人家来怜悯你。靠神，靠人家来怜悯你，你根本都没有想要想办法去还钱。哦，你说多少人要怎样？对，还钱。还钱，我要能赚出钱来才能还啊。对啊，你这个去跟法官讲，骗就好了、啊。对啊，你的嘴巴这样子伸，几口嘴溜溜，然后可以去骗啊。你是很厉害的人啊，已经被你骗很多啦。只不过你现在遇到的不是像他们那一种人，啊，还跟你有什么对价关系？你开什么玩笑啊？啊？你把房子卖掉，车子卖掉，干我们什么事啊？又不是我们害你的，有没有搞错啊？讲一讲还会更小灯生气哦，哈！我
我怎么会生气呢？因为你已经没有怜悯心，所以你连更小都没有，更不会生气哦。你们连不相信神，这是你们。我根本就不是要跟你讲神的事情嘛。Listen，OK，、okay, 好，我听你讲。我不需要跟你们讲。我又不讲了，你叫我们 listen 又不讲了。不是，我现在就跟你讲很清楚，一毛钱也不还你们。OK， 一毛钱也不还。也不还是不是？对，你欠我们钱，一毛钱也不还。你们在这边吵，一毛钱也没有。谁在跟你吵啊？哈。一毛钱也不还，所以就是靠你是耍无赖，是不是？无赖集团是不是？啊，一个大老板落魄到这种程度，结果是耍无赖来的，是不是？啊？当初跟人家讲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个是怎么样，我们价钱最好怎么样怎么样，结果呢？无赖集团是不是？啊，连买名字的签名都是盗签的，这一点你就死定了啦！就法院就告死你，我跟你讲，盗签还会跑。啊！还要走去哪里啊？所有的文件通通都是骗人的。啊，连车子去弄出怎么的，肯定要弄出国外呢？啊！自己的信用不好，把别人信用也搞得不好。喂，宝范吗？啊，那个你不是说你认识那个李龙？店里看到他，你要跟他老板那个报警讲一下。准备了啦哈、那個，你出名了，大哥出名了啊，谢谢，大哥你出名了。啊，你慢慢走哈，你慢慢走哈，我们不陪你了啊，要找我们了，你不要一直走啊，这里公车停了、啊，公车停了、啊，你要走去哪里啊？走啊，不跟他走，让他自己走。不走了啦，我走去那里，他也不会讲了，走，大哥慢走啊。